去砰的好几声直接往人群里头发射，现场烟雾弥漫，民众尖叫匆忙逃窜。为了声援在天秀球场被警方逮捕的多名青少年，大批香港市民三十号晚间自动自发包围天水围警署，要警方放人。但到了三十一号凌晨两点多，一辆轿车突然经过，向人群发射数十枚烟火，随即开车离去，由记者背心直接被射穿。啱啱我中烟花。真的中了的，我眼光躲我的衣服。是我受伤的警局被报警，至今是否有其他带入警局？为了逮捕十四名警署到葵芳站挤满人，警方不甘示弱，竟然拿出散弹枪瞄准示威民众。散弹枪备战，胡椒水狂喷，民众不断丢掷杂物对抗，防暴警察严阵以待，抢救被捕人士无奈再爆发警民流血冲突。三立新闻徐少贞报道。